同学们好，我今天呢要教大家画的呢是清代呢，是晚清一个高僧，叫西郭，他的画呢基本上呢都是用那个拓壁来画的。你看他这支笔呢，不是在头上剪一刀就会拓，拓呢是用得很久的，用得很久了以后呢，这支笔呢它用起来正好。你看在画布上这一幅啊，这幅作者呢，他就是用拓壁来画的，那么我们先来画一下啊，那这个壁呢也当然也是在清水里面啊，来蘸一下啊，那么在浓墨里面蘸一下啊，他作者呢从下面开始画起啊，也是这样竖起来画的啊，不是摸下来的啊，先这样啊下去一蹬哎。水少了，慢点啊，那么再下清水啊，再点慢啊，那么这里呢，两边的比较小啊，那么你要小一点的，边上呢还有一只小猪啊，加上鸡啊，好。就算呢，我们加汁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加叶了。叶呢，你看啊，它大部分呢是用册封的。它这个册封呢，你看我画啊，它西呢是册封，但是这支笔呢也是竖起来的。你看它是这样的，那封在这个边上，都是册封。你千万不要这样的，还是竖起改，别改了，这样。这一下。风扇边上，这样的。水少了，你慢一点。这样呢，风也是在这边，这个肚子一愣，憋肚子了，一愣以后呢，出来了，笔杆子竖起来啊，你看我怎么画，水分少了就慢一点，它这个透风有透风的一种味道，很一种呛辣一种感觉，你看，它这个风脱了，
水少了你卖，哎，留得住，哎。因为它这个变小了，透，那么所以一下子就没水就没有了。那么你要留得住，哎，哎，这样的。要稳住，哎，它基本上每一遍都是吃风，哎，但是呢，看起来还是很魂魄，哎，就是它的杆子还是竖起来的，你看它的用笔的味道好了，如果误导的话呢，根本不可能画出这种好的味道来。这一部分你要是应该带一点的，哎，水多就是快，哎，水少就慢一点。好，我们整体来看一下啊。哎，好了，我们再来画一幅啊。在画布上这一幅呢是安豆的清宫，啊，你看他画的这几朵是莱花，啊，这个是菖蒲，啊，那么他很简洁啊，他你看他的笔呢，都是很那简朴的，那个啊，我们仔细看一下啊，当然也是用托笔来画的。细画前面的那个玻璃杯啊，它的线条呢，看看是淡淡许许的，哎，哎，你看它这种笔呢，都是中锋的，哎，因为线条呢是中锋，哎，如果用那个大面的墨呢，它出锋的多，哎，你看啊，它呢就是这样的，一蹬一蹬的，哎。他用笔呢很苍润，哎，都留住的，哎，哭了就很慢，哎，笔干一点啊，笔呢尽量干一点。他画的兰花呢，就是还没有全部开放，哎，有点
含苞。用笔是很干的，哎，所以它行笔了，不会太快，哎。你看我这支笔呢，你看扎了这样扎吧，哎，那那个啊，就是这样扎，哎，这样，像刻头上的刀也是怎么拿的。我们临摹了那个西郭的这种用笔的方法以后呢，今后呢，你在这个一种歹的线条的时候呢，不划了，哎，能够留得住了。像那个刀刻在那个石头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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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留得住。所以这种奇巧呢，你们一定要得，哎，得做以后呢，今后就方便了。这是一个玻璃杯，哎。那个它不是画得很光，很毛，但是有味道。哎，那么上面啊一个画菖蒲的啊，菖蒲的一个陶罐，哎，别很枯，那么用笔要慢。那么上面的菖蒲呢，哎，也是画的时候也挺有味道的啊。这个它呢从下面画上去这样，风哎，有中锋有偏锋哎。由浓到淡。要留得住，枯了就慢一点。挺有味道的啊！这里枯了，那么我们加一点淡一点，哎，湿一点的啊。好，我们呢就开始扎颜色啊。这颜色呢，在这个我们可以换一支笔啊，稍微大一点的。用扎实，哎，调一下那个陶罐啊，扎实里面呢稍微要有点淡淡的墨，哎。扎颜色的时候呢，你那要稍微留一点空白，哎。怎样呢？看起来很松，不是读得很死实的，哎，留一点空白，哎，好像光泽一样的，哎，稍微留一点空白，那么在这个玻璃瓶后面呢，要淡一点，你放一点水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用。花青啊，跟那个山柳，哎，再放一点藤黄啊，调一下啊，哎，我们把这个菖蒲，哎，
湿润一点，哎。这个颜色跟墨，墨还没有干，混在一起，看起来很滋润，那么在那个，兰花上呢，也是用这支笔好了，这个颜色也差不多，你周围呢，淡淡的，不是全部，涂上，勾一下来，用一滴淡淡的汁露，轻轻的涂一下，边上扫一下尽量淡再放一点黄的也可以很随便，颜色呢，有的呢上它有一点空白。好，那么我们用另一支笔用一点胭脂，在它的兰花的心子里面点几下也让它分开一点，好，我们整体看一下好，这一幅就完成了我们再来换一幅。好，同学们看这个在画布上这一幅呢是葫芦跟灵芝，你看它的叶子呢，都是用册封的，但册封又竖起来，很苍韧那么，够呢，葫芦呢，变呢也是。这个变的是中锋的，那也是毛拉拉的那么这个改制呢，倒也是中锋的，那么我们来画一下这个挺有味道我们先从那个葫芦上面这个地我们用胶墨从上面开始画下来你看这个要中锋等一下很苍韧的，一下子枯了，湿了，一下马上枯了那么下面呢，再补几根藤的叶的，这样都是中锋的好，那么叶子呢就要册封的话了你看先这一张叶子下来，封在边上。那么，在边上这个叶子呢，你看，封在这个边上，但是它很魂魄的。那么这里还有几张叶子那么在下面的叶子要慢，别铺了，但是你的速度要慢，所以呢，看起来还是很魂魄好，我们接下来呢就画葫芦葫芦呢，就是这支笔的，一等来。葫芦呢，我们用中锋的，枯了，速度慢一点。
这里一个葫芦呢，比较小一点的，哎。哎，你个别哭，速度很慢，看起来很沉迫的啊。那么，这里呢，灵芝呢，把它加上啊。那么这一边呢，浓的呢，从上面下来，这个呢，都是中锋的。速度慢，哭了，速度慢一点。很残忍啊！一笔啊，再一笔，这都是中锋的，这个所谓。突变啊，中锋。下面呢，应该再长一点啊。再深一点可以，这样啊。好，那么把。叶子上的茎嘛，我们勾一下啊，现在差不多了，哎，要将干为干的时候勾一下啊。西瓜的勾茎呢，它比较直，不弯的，哎。比较直，这种直呢，有一种压剑的一种味道。好啊，我们就蘸颜色啊，用大笔好了，先把葫芦的黄啊。蘸颜色的时候呢。要透开，哎，一点白的中间啊，让它烘开了好了。稍微，哎，让它透一点白，让它烘过去，哎。就这样啊，好，让它这个葫芦呢，让它盛开一点呢，也有味道的，不要紧的。哎，那么我们把灵芝呢，用那个扎实的颜色啊，扎实里面呢，再放一点墨。好了以后呢，在这个灵芝的。哎，心里面呢，弄一点那个姜末，哎，生姜的末，哎，花几根心子，要很焦的。好，我们整体来看一下啊。好，同学们，西瓜的话呢，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一节呢，要画一个晚清的一个人物画家画的一些动物，钱薇安啊，他的动物呢挺有味道的，我们把它归纳为在花鸟里的。好，再会。